我爸的房本呢？你爸的房本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这房子现在已经不属于你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警告过你，让你不要再踏进这个家半步。我不管这个房子现在属于谁，我爸现在躺在 ICU 里面，他要做开颅手术，我没有钱，大排档我已经卖了，我想拿这个房子做抵押给他救命，你知道吗？